好，紧接着第二支，我们是披上情人带。听听现场的掌声在哪里？谢谢。人潮也越来越多了哈，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私立图书新总馆。那今天所看到的活动系列是我们三十金蝉十六圆满，由我们桃园市圆明局以及由我们私立图书馆新总馆跟我们部落大学来共同协办，这是我们的这个活动。那接下来这个活动是我们的原住民族文化我们市集嘉年华的系列。那今天也特别邀请到很多非常知名的歌手团队来到现场，同时在现场还有我们的市集活动，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时间来到我们现场。来，现场朋友们双手一起来打拍子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双手一起来，耶、yeah!来，同时我再一次来介绍一下哈，现在我天佑文化艺术团，这个所的服装是来自我们台湾唯一领导地区的达悟族、雅美族的服装哦。好，因为它在上一个乐舞是呈现我们这个雅美达悟族的舞蹈，紧接着是我们安排这首叫做。披上情人带哦，他是我们桃园市国高中的学生非常专业。尖叫声。